你的这些漫画都是根据你太奶奶的日记得来的灵感吗？嗯，基本上都是我太奶奶的真实故事呢。等不到月光把回忆松绑，有一个臂弯激动到滚烫，在胸口暗涌你温柔目光，倒一勺时光换一勺泪光，野蛮的绝望你陪我反抗，只可惜永远永远太奢望，是我放不下没能把你遗忘，你早就成为我的灵魂不可或缺的重量，为爱老点小伤也算不负众望，当年一对恋人在这里许下心愿，今天他们的后人又来到这里，
这就叫姻缘。